大家好，董哥好，玉玉姐好，郭老板好，招弟好，小太阳好。哎，怎么刚刚这只摸过民进党的手，好不舒服？他怎么长出绿色斑点？塔绿斑！右手绿色，衣服蓝色，我想摆脱这种蓝绿的死循环。不要闻我的衣服。好，大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OK。民进党执政，越来越多餐厅挂羊头卖狗肉。上礼拜我去一兰拉面，结果呢，他们的面是用碗装啊，篮子呢？还有那个十二锅也只有一锅啊，篮子跟火锅都被民进党贪污走了嘛。抄袭论文哦，在学术界是不可原谅的事情，但是在民进党之前，林智坚到现在何伯文抄袭似乎只是变成经验传承。你们民进党这么爱抄袭，党主席怎么没有找黄义豪呢？前几天大家都有收到那个简讯嘛，国民党第一时间跳出来，不是骂中共，居然骂国防部。为什么？因为国民党没有一个人收到简讯，他们的手机都用小米。那侯友宜他本来是当市长，后来请假去选总统嘛，就这一点，我认为国民党是和我们台湾人民站在一起。如果你们喜欢放假，那就要投国民党。还记得228怎么来的吗？票投国民党以后，每个月28号，他们都有办法让我们放假。好，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我对柯文哲的政见的看法。柯文哲他有几条政见很吸引我，像是有一条是安乐死合法化。大家知道安乐死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的议题，那我们身在台湾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会推出民主安乐死。以后你不只决定你自己要不要安乐死，你还可以帮人家投票决定他要不要安乐死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农历春年，农历过年要到了，每次过年的时候会被那一些讨厌的亲戚在那边问什么，你要结婚了吗？那你一个月赚多少？这个时候就该用民主安乐死。让我们向那一位八卦的姨妈说一声 Sayonara。 那柯文哲的副手大家都知道是星光集团的千金吴欣盈。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吴欣盈他担任星光集团副总的时候，股价从40块一路跌到9块，比茶叶蛋还便宜。这什么意思？亲民啊！我们要大家都买得起星光金。哇，你的鸿海一股多少钱？105，105，100块买不到。但你100块可以买11股星光金，还少一块。告人有一首歌，我唱给大家听。
你看，你看看，好，我唱完了。你看，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就是财团太嚣张，所以我们才找了星光集团这种骨架接地气的平民小公主吴欣颖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现在去星光三月，满千送百，之后满百送千。那大家也都很在意的居住问题哦，柯文哲有推出大力改、大力盖、大力，这就是三大力，三都力，日本威士忌。你看哦，我们总统推三都力，副总统嘞 ，Johnny Walker， 我们都是品酒之人，所以哦，这一方面我们也联络了宋少卿。除了支持文艺产业，我们也鼓励斜杠创业。我们之后会让宋少卿去开驾训班，让他来教教台湾人喝酒后怎么开车。只要学会酒驾，我们就不会撞到人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你们是世界的光。今天在卡米利的大家，你们不只是世界的光，更是台湾的光。来了，来了，从山坡上轻轻的落下。你这有乱倒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好食的土油鸡。来了，柯文哲带着改变的希望来了。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吃哈根达斯是什么时候吗？柯文哲是正义公平的大使，他会让大家都吃得起哈根达斯。这个果然不会撞。今天喝的话，今天就最后一场告别演出，我喝酒一定会撞到人，我还没跟宋少卿报。柯文哲哦，他就像是摩西，会带领着我们走向应许之地。柯文哲他也像是耶稣，他可以把大家的酒都变成 Johnny Walker。柯文哲他和耶稣有一点不同。耶稣在天堂，柯文哲就在我们的眼前。这一次，让我们为台湾义无反顾拼一次台湾的选择。